我好像有点发烧了，那你快量量体温呐，要不我该担心了。我儿子最典型，我知道疼人儿。5.2零度，我爱你的温度。哎呦，我现在年轻人真刺激。你是不是插脚丫子缝里量的呀？你觉得女孩子哪个部位最吸引人？迷人的双眸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有长进啊。你就不能露骨一点？哎呦，这小姑娘不简单呐。那我想抠你眼珠子。我脸上长了个痘，哥说点好听的。长在哪儿都不影响你的美貌。咋样？挺好。爷，我有嫂子了。你是不是虎啊？长嘴唇点那是炮。哟，还发你照片了？这磕着呢，还笑啥？赶紧安慰他呀！啊，没事儿，反正你也没有几根刘海。我最近想做一些运动，你能陪陪我吗？拳击、散打、跆拳道。为啥呀？肢体接触啊！哦，我问问他，问你扛揍不？生日我想给你买双鞋，你喜欢啥样式的啊？跟你一样的就行。哎，感觉小耳朵，哎，他不挑。那你脚丫挺大呀。我儿子从小儿子，你看这是咱俩不？这不就咱俩吗？哦，那评论底下写的爱了爱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可能是他们要跟你儿子处对象吧。我还以为他跟我处老伴儿呢。你来我家吧。我爸想跟你喝点，这你得去啊。为啥呀？你把他爸喝高兴了，你俩不就成了吗？哦，你让他等着，你看我给不给他喝吐。你一会儿赶紧来接我呀。你放心吧，到你家开车就俩小时。来，新年快乐。哎，新年快乐哥。干一个。好嘞。哥咋了？你电池还有电吗？行，那你俩唠唠啊。给你介绍一个小姑娘，跟她视频。哎呀，我视啥频呢？我脸都没洗。没事，她也没化妆。阿姨，你让你姑娘接电话。今天有个小姑娘要跟我姐弟恋。你咋回的？我答应她了。哎呀，终于成了。她现在人在哪呢？广场跳舞呢，我一会儿接她去。哎呀，广场跳舞呢。你们那彩礼多少啊？如果是你可以不给彩礼。哎呦，你表姐结婚可要了50万。那我这个不要钱。那你还等啥呀？那你挺便宜啊。躲进你的身体。你好牛逼。